次的还是慕言。刘海怎么长这样？不会啊，头发好顺哦。我们今天是乐天好友职场第二代，你知道我们的观众看我的那个影片都以为你是右驾，因为相反边，对，他想说慕言是开什么车，为什么是右驾？我以为他会觉得为什么小晴开车还可以拿手机，对吧？其实因为我拿法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去球场了。后面是尹乐，耶，早安，加油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蓝天白云。欸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球场了，然后今天因为我们是住饭店，所以比较早退房，那现在就已经到球场。女孩子集合时间会晚一点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于说可以自己放松，然后要化妆的化妆，补妆补妆，可以自由时间。那等等女孩呢就各自跑场外活动。这两天真的是因为冠军赛主场嘛，所以非常多的活动，像现在就已经有场中表演的乐手已经在试乐期了。冠军战的第二站，今天要拿出200分的力来，一起为我们球员加油。我们排练完毕了，今天是第二天。对的，我们今天也比较早排练完毕，因为昨天就已经有跳过了，就是比较熟悉，所以今天的走位什么都很快速。没错，好了，希望今天顺顺利利，今天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陈哥，加油。我们今天美丽的女神，你可以跟我说说话吗？女神她今天不能讲话，因为她声音大沙哑，而且是完全没有声音的那种。你愿意跟我们说个你好吗？他用他的 body language 就够了，一个手加油。Oh!
加油 ，Go！ 今年的扇子就是一个霸字，乐天霸道，反过来就是乐天。这设计真的超酷的，这样就是乐天两个字，但是这样一转过来就变霸，超级霸气。太扯了，太扯了。一个瞬间，他们直接一个全垒打，然后现在得到三分。站在这边，然后小哥奇怪，其他人都没来。我吗？哎，你说人家像安娜贝尔？像卡吉吧。两个女人的战争。
那个声音吓到。准备九局，虽然还是落后，落后三分，但我觉得还有一局，我们就不要气馁，还有机会，放弃。对，绝对不要放弃，加油！来，九下开始。咱们还有直播派对，真的没有办法到台中现场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来桃园市政府的那个直播派对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全员应援。没错，祝你加油！这就是冠军赛的魅力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没错，加油！拜拜大家，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啦！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加油，拉酷姐！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